现在我真的想喊一句，我军校的粉丝百香果牛逼，对，必须让郑主来喊。微博之夜门票即卡，我们百香果把五位战姐送到了前五，别家举全家之力只能送一位，我们送了五位，他们通通把头像改成了博肖是真的，后面发现自己好像还有点实力，于是又再送上去一位，然后呢变成了这样，博肖是真的爱心痣。完了以后觉得诶还有实力啊，再送一位，好，现在七位都集齐了，寻思着是不是改一个博君一肖是真的，但好像没有改，我们看他今天改成什么了啊，博肖祝大家什么岸，我想应该是上岸嘛，今天是考研吗，所以祝大家上岸咯。确实入坑这么一来啊，百香果的数据头一回我见到这么好，这一刻必须载入史册。现在还有一个战姐啊还没有改过来，我估计啊他们正在调整顺序，因为票数随时都在变化，并不是说这几位战姐啊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方法去现场，肯定是有的，但是我们想要的就是这种牌面。你是百香果的其中的一份子吗？